诗人郑愁予写诗形容台湾海峡是地球上有着最拥挤文化的海峡，而金马鹏的历史就在这道惊涛中延续下去。马祖距离台湾本岛114海里，但是和对岸福建却仅隔着10多海里之遥。我们在蔚蓝酷夏登陆马祖，即使烽火烟消已远，依稀触得到战地残存的余温。当一批批来自台湾的观光客、陆客自由行长驱直入曾经神秘、曾经是禁地的堡垒中，才真正看见马祖深藏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观光资源。因为战地特殊的掩蔽，让它被幸运地保留下来，余味犹存。这股战争的气味至今还萦绕着一群曾经来到岛上的过客。当年没有人看清楚石头屋交叠出一村一湾坳的建筑美学，更不会有闲情之人愿意放空感情在一座座陌生的岛屿上。这一季夏天，背起背包，再来一次没有悲伤的岛屿重游。两车的装备和摄影器材哦 ，MIT 台湾志今天要远行了。那我们要去记录的地方是在台湾的西北方，如果以距离来讲的话，是算台湾最北的一个海角乐园，就是马祖列岛。今天台北的天气哦不太好，下着滂沱大雨。那希望到马祖的时候，整个气候会改变，能看到碧海蓝天哦。今天来到松山机场这边，心情是非常的愉快，充满着期待。不过，如果是在早期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子，每个都当过兵，当时如果抽到金马奖的话，来到这个机场或到港口的话，知道去马祖，那心情一定是惶恐不安啊！因为当时金门或马祖都是属于前线。不过，经过时空的改变哦，现在整个马祖的气氛是不一样了。其实马祖它有非常独特的文化和生态哦，听说连石头都跟台湾不太一样，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去记录。今天我们就要像夏天的燕鸥一样哦，到马祖去报道了。不过我们不会像燕鸥那么辛苦，要振翅飞翔。我们今天坐的是铁鸟，就是飞机，会比较轻松一点。那我们就出发喽，马祖，我们来了。虽然可以搭乘着文明科技的铁鸟翅膀，省除了骨翅翱翔的动力，但燕鸥肯定不必负担这些超重的器材。对第一次到马祖离岛记录的 MIT 台湾志来说，即将到达的岛屿有着太多想象，太多想要记录。七八月是马祖旅游的旺季，我们幸运地买到了去程的机票，至于回程就得看八字的轻重了。早年台马之间完全依靠海运，抽到马祖下下签的弟兄们，不但没有大白天悠闲候机的福利，更不可能见到女友笑脸盈盈送机的场面。临行前 ，MIT 台湾志对亲友团做了一些民调，
提起当年远赴外岛的心情，热血男儿依旧感伤不已。即使战地早已成为圣地，但他们停留的记忆一如灰蒙蒙的台北天气。我们带着灰色的记忆起飞，展翅到陌生的国境北方，看看传说中的军令如山的战地，今天是否还让人千百种滋味在心头。将近50分钟的飞行，终于看到了海天一色中罗列的绿色岛屿，这是这个季节来到马祖才有的特别颜色。我们即将降落的南竿机场，因为采行目测起降，大家原本阴霾尽扫的心境还是稍稍揪了一下。马祖，我们到了。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飞行哦，我们就到达这个马祖列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就是南竿哦。那南竿不只是马祖最大的一个岛，它也是这边的政经中心啊。不过我们今天来到马祖，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来到另外一个国度。还记得刚刚哦，一个小时之前是在台北还下着倾盆大雨啊，来到这边就看到阳光普照，所以表示我们这几天的行程应该会非常的顺利。那我们这一次记录马祖，我们就从南竿开始。马祖的四乡五岛上有南竿和北竿各一座机场，这也是目前从台湾进出马祖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但才落地就有在地人提醒我们，在马祖一票难求，就算是买到了机票也不一定上得了飞机。我们马上就领教到了马祖人的预卜先知。班次原系5:33往台北松山机场的旅客请注意，由于受到稍早松山机场雷雨的影响，本班机预计延误时间，浓厚风暴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搭乘飞机到马祖旅游得看老天爷的脸色，但在离岛地区还能看到满眼的青绿，就得感谢国军造林的辛劳了。小黄是马祖最方便的陆上交通，在贯穿南竿的中央大道上，我们感受到了战地时期为了遮荫和掩蔽，国军植树造林的成果。然而路旁3不5时出现的行军队伍和军事碉堡，瞬间让30度的高温凝结下来。马祖历经了长达36年的军事管制，大小岛屿上无处不见战地前线的特有色彩。在台湾消失许久的精神标语前，麦哥情不自禁地重回当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忍善战，忠诚机智，这是过去哦每个来到马祖当兵的阿兵哥所必须具备的哦。现在来到马祖旅行呢，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军事设施哦，不管是还在使用或者说已经废弃，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营舍啊、钢哨，我想这是来到马祖旅游最大的一个特色。那我们目前是在南竿最高峰，就是云台山下，那待会我们就要到最高峰去看整个南竿。50年代初期，外岛的金马是台湾突击东南沿海的基地，反攻大陆的跳板。那个年代，不论岛内岛外，军民一心，风雨同舟，四处可见朗朗上口的反共标语。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已经深落人心。民国81年，马祖正式解除战地政务。军方陆续开放了多处不同类型的军事设施，交由连江县政府及马管处经营，成为观光资源。
马祖终于掀开了近40年的神秘面纱。来到南竿哦，一定要登上云台山，登高望远哦。这边是海拔248公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色非常的清楚哦。你看，我们刚刚从这边看过来哦，那边就是福澳港那边，福澳港，然后这边是南竿嘛，那看到对面就可以看到北竿列岛那边。那北竿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很可爱，那是隔离岛。那从北竿往左边看，看到高登哦，高登那个地方，高登再往对面看，那就是中国大陆那边哦。那隔个海隐约看哦，连那边的房舍啊、村落都看得到。对岸那边就是黄旗港，这样看起来其实非常的近哎。所以马祖其实离台湾反而是比较远的，离中国大陆比较近。所以过去这边战争的气氛会那么的浓厚、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离大陆很近。今天云台山这边的景哦非常棒，因为有芒花当作前景哦。从这个芒花看过去，可以看到一尊白色妈祖的圣像哦，整个高度有29.6公尺，非常的高哦，而且整尊都是由花岗石组合而成的，是世界最高的妈祖像哦，有机会一定要去瞻仰一下，非常的壮观。云台山这边海拔算不高，不过它现在已经被列入台湾的小百岳哦，所以你有目标要完成小百岳的话，要比较辛苦一点，坐船或搭飞机来到妈祖南竿这边来爬小百岳哦。过去这边是一个管制比较严、比较神秘的地方，那现在随着观光慢慢的开放，游客也都可以来参观这个军情馆，体验一下过去这边战地的风情。一水之隔，对岸的北郊半岛清楚可见。或许因为咫尺之遥，陆客离岛自由行首发团就是选定马祖，但云台山军情馆等军事设施仍然陆客止步。即使战地政务解除，两岸小三通活络热闹，距离大陆最近的高登岛目前依旧有军队驻守。这些捍卫国土的军官放眼金色海峡片洒霞光的心情，肯定和当年的驻军很不一样。南竿乡位于闽江口外，是连江县四乡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域，其中又以县治所在的介寿村人口最多。民国91年8月，南竿机场兴建完成，南竿更成为马祖地区交通、政经、文教中心，当地人称为本岛。这个位置的视野很好，可以看到一个海湾，还有看到村落。那我现在这个位置刚好在马祖中央大道的一个观景台，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海，在前面还有一个水域是很特别的，这边是淡水，是一个水库哦，胜利水库。因为在马祖这边水资源不是那么的丰富，所以水库对马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海湾那边还有一些海堤，那边就是福澳港。如果搭船从台湾来到马祖的话，就会从福澳港那边下船。那在福澳港和胜利水库中间有一个小山丘，上面有一面很大的墙，漆的白漆的底，上面有写红字，那个就非常有名的精神标语哦，整歌带弹。如果你坐台马轮入港前，就会看到山丘上会有这一块标语。来马祖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坐轮船从基隆港出发，可以看到海上风光，那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现在是早上大约8:30哦，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台湾基隆港开过来的台马轮已经缓缓驶入南竿的福澳港哦。那这个航程大约是10个小时，搭船的话是晚上出发，所以你可以看到早上马祖的美景。现在看到很多游客已经下船了哦，快去看一看，很热闹哦。10个小时的航程，每位游客都补足了睡眠和体力，一下船正好加入岛屿一天的开始。一般3天2夜的旅程中，游客会先搭赏鸥船出海，而完整保留下闽东建筑特色的北竿秦壁村，背山面海，一村一湾澳是马祖必游的典型路线，
在未来几天，我们将和一般懒胜的背包旅人一样，面对一海大蓝，什么也不想的安静倚着石头屋，独享没有气味的海风和一方窗外风景。在此之前，我们先来到南竿岛的最西边，这里同样有着直朴的石头聚落和吸引人的美丽名字。这个聚落跟它的名字一样的美，这里叫金沙村。金沙，那金沙就是在金沙村的前面这个湾澳，有一个金黄色的沙滩，所以就取名叫金沙。那非常的好听的一个名字哦，听起来诗情画意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建筑非常的有特色，是顺着这个山势哦一路这样盖上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石阶铺成的步道，这样一路上去，看起来好像欧洲的古堡一样哦。所以也有人形容马祖这边的村落像欧洲的地中海，所以马祖可以说是台湾的地中海。那这边的房子呢，都是闽东式的建筑，就是用花岗岩建造而成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房舍哦，有一层的，有两层的，那是方方正正的。那它的屋顶上面有瓦片，那瓦片上面又压着石头。那这个压着石头的屋顶哦，是马祖这边建筑的一个特色。金沙村它是一个百年的老聚落，非常的有味道。现在慢慢也在改变了，有一些老房子都在整修了，表示这边的观光应该是越来越发达了。这个老聚落非常值得来细细的品尝，来走一走，看一看。金沙村正对着闽江口，是马祖列岛中最接近大陆的渔港。村子里的义妈操着长乐口音的马祖话，一向很有地方语言天分的麦哥，这下子也都完全摸不着头绪。直到后来我们才探听清楚，国军进驻后将最早的地名金沙改成金字。至于金字的来由，我们始终无法从耆老口中找到答案。幸好神明不需要语言沟通，一马直指村里的天后宫，暗示我们这座庙宇的历史悠久。在陌生的巷弄，我们终于听到了熟悉的语言。你是从哪边来的马祖人玩啊？我从台南啊。哦，台南啊。哎，台南，台南的、啊。哇。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哦，他以前在北竿，我在南竿，然后他前一个月就跟我讲说啊，要不要去马祖玩啊？嗯。我说好啊，好久没有回去了，没有来到这边了嘛。哦，36年嘛，我那时候在当兵是民国64年左右嘛。哦，你在这边当过兵啊？哎呀，我们是在基隆搭船。嗯哼，基隆搭船，然后我记得哈、哦，他来到马祖没有马上靠岸。嗯哼，一定要等到涨潮的时候，我们说抢滩才能够冲到海边，我们才下来。哦，那时候来到马祖还要抢滩啊？对啊，几乎来以往的话就必须。啊，比如说整个又移防回台湾，或者是你退伍的时候才能够回台湾。哇，那时候的那个哦，我们说冲援兵嘛，嗯啊、嗯嗯哦，这个是义务役的来，就是几乎来这里就要等到退伍或者是部队移防回去才能回去。哇，陈大哥，你说是民国64年左右在马祖服役，对，所以到现在民国100年也是有30几年了、欸，36年。哇。那今天特地是就地重游，那你之前有来过这个金沙村吗？有，就看到就是像这种房子的。哇！啊，现在这个房子都是整建过了。哦，有整比较整齐。你看那时候的房子就是也要歪歪斜斜的，嗯哼，但是蛮坚固的。这样子哦。嘿，那这一趟回来这样看马祖啊，有没有觉得改变了什么，或者说心情上有没有感觉不一样？啊，当然就是说比较没有那么肃杀、啊，哦，好像是变成一个景点哦。嗯、啊，大家哦看起来那个。没办法讲啊，就是说这个老百姓看起来是不再像说是这里像是一个战地的，比较没有这种气氛的。哦，这样子。哎、嗯，啊，不过那时候我们哦，只要到假日的话，满街都是阿兵哥。哦，都是阿兵哥。哎、嗯，都是阿兵哥。嗯。因为那时候这个阿兵哥比居民还多啊。哦。哎、嗯，那时候一出来都是满街都是绿色，穿绿色服装的。嗯。现在看到满街都是游客了。哎、嗯，对，整个气氛都不一样。而且我们那时候哦。几乎没有车子、嗯，我们出来的话也是要走用走的，啊，除了那些长官以外，他才有吉普车、嗯。一般的我们这个阿兵啊，或者是一些老百姓，几乎都是走路的啦。哦、啊。所以那个
马路上都是有人在走动，不像现在我们车子一开过去几乎都没有看到人了，方便多了，方便多了，大家都开车都比较快。那时候当兵在这边比较辛苦一点啊、比较辛苦啊，当然也会比较紧张啦，因为我们知道在前线的话，他说经济比较严嘛，这个那时候有单打双不打，哦，就是对岸会发炮过来，我们也打过到大陆那边嘛，那个炮击的时候，我们就要躲到碉堡里面，男生来这里啊，男生来这里来外岛都会学会抽烟，就是那个时候比较多了，因为躲碉堡就是抽烟啊，因为大家坐在那边无聊嘛，就抽烟，因为那时候部队哈，每个月都会固定发一条烟或两条烟嘛，那时候叫长寿烟嘛，所以就躲在碉里面抽烟了，所以想起来哈，在这里的日子其实也是。感觉起来是说，干嘛讲体验一下，有点男人的生活啦。Men's talk 都是在碉堡里面。talk 啊，这里比较严重是缺水。哦，水啊。像冬季的时候，因为这边蔬菜不容易种嘛。对。冬季的时候那个这个海浪比较大，那个捕集船都有时候都应补不及嘛。所以我在这里，他们这边老百姓大部分都。这边都有储存一些红萝卜跟洋葱，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乎有时候一个礼拜通通，我们的菜就是红萝卜跟洋葱，有时候那个肉类补给不足的话，因为我们也要消耗那个我们部队里面储存的那些粮食嘛，所以都会用面疙瘩加那个牛肉罐头啊，那是我们的最好吃的啦，真的，哇，所以早上哦，要上厕所哦，是最困难的事情，那个虫虫哦。都爬上来啊，爬到我们那个蹲的地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多都是跑到那山坡没有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就在那边解决，反而比较舒服啊。反正跑到外面去上厕所，对，跟我们去爬山一样，有时候对，没有厕所就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上厕所，差不多是这样。我们就讲进窝啊。见鹅啊，一头一头的，好像鹅啊，这种鱼头啦。哦，上厕所叫见鹅啊，埋地雷这样子。好，谢谢啦，谢谢陈大哥了。谢谢。听到陈大哥在讲大概30多年前的妈祖，就跟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当时还可以听到炮声隆隆啊，就隔几天就有那个对岸会发炮过来。这个黄先生就是我的学生啦，这就是他召集的。他是在北干，应该跟这里差不多。你好，哎，黄大哥，你是陈大哥哦，那陈大哥你是老师是吧？对，老师啊。那现在是校长。校长啊。对，台南是那个崇明校长。台南是崇明国中的校长。哦，那你是？我是学生，国中学生。那你也在马祖当兵？我在北干。哇，北干啊！我这今天就是来寻梦的。寻梦啊！在马祖当兵不是是一种梦魇呢？怎么来寻梦呢？对，来走一走，已经30多年的了。哦，30多年。民国几年？民国几年？72年。72年，对，那又比校长那个时候更晚一点，应该那时候会稍微再更轻松一点点。对，那你是在那时候什么部队啊？我是野战部队。哦，野战啊，野战部队。那你们会不会很紧张？那时候我们是那示范连，是很辛苦的示范连。哦，是前导界最辛苦的。哦，就是要做示范。对，就是、示范给那个如果将官过来视察都是。样板连啊，大陆讲的样板连。样板就是那些战绩五项战绩要最好的这样子。哦，这对，看起来就很壮，在马祖练出来的身体。谢谢。所以其实男孩子当个兵也是不错哈，就算是消耗了一点青春，可是可以锻炼一下体魄了。战地生活，现在的孩子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哦，那时候真的要光很肃杀，很肃杀哈，有点害怕。现在回来已经是带着一个轻松怀旧的心情来了，回来看一看了，回来看看。好，谢谢校长。肃杀的气息，至今仍是老校长最深的记忆。金沙村和马祖许多沿海的聚落一样，因为靠近大陆，两岸贸易往来频繁。直到38年国民政府迁台，东海部队转进马祖列岛，45年成立马祖战地政务委员会，开始了军政一元化的统治管理。戒严后，小小渔村都成了重要的战略据点。防空洞、碉堡、结构复杂又密集的地下坑道，以及全岛墙上、柱子上激励人心却又处处风声鹤唳的诡谲标语，
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仿佛走进了三台联播韩流剧的场景。在台湾，每个年轻的小伙子哦，都要服兵役当兵。不过，你会被分配到哪个新兵中心，或者抽到哪一个部队哦，未来的际遇都会不同。于是会有许多有趣的说法，比如说“泪洒关东桥”、“血溅车龙埔”、“魂断金六杰”、“无言金城连”。嗯，麦哥，那你在哪里当兵？那可能要问一下当兵当最久的阿荣啊。阿勇，你还没退伍？无言的金城连让麦哥提起都还是很无言。当年大批前仆后继来自台湾的青年子弟，为外岛金马贡献了一段繁荣的战地岁月。今天有人笑看过往，有人却始终不愿意再回来。两岸的长久和平需要更多像妈祖一样的慈悲和智慧。马祖的总面积是29.6平方公里，建于马祖列岛世界最高的妈祖石神像，刻意取同样的数字作为高度，象征妈祖守护马祖的每一寸土地。妈祖石神像由365块花岗岩石组成，两侧塑有千里眼和顺风耳。妈祖在马祖的意象成为游人必朝圣的景点。马祖旅游，马祖列岛这边大大小小的岛屿有30几座，所以如果你要很清楚的去了解每一座岛的特色啊，其实要花蛮多时间的。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来到这边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找我们的大家长处长你好。哎，大家好，我们 MIT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很高兴。对啊，哦，这马祖的岛非常多啊，所以要了解，其实除了一些风景区出的这些手册啦，或者说影像之外，其实来风景区这边找一些资讯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对，因为说实在，大家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这个设备已经非常完备了。嗯，这栋建筑是94年盖的，但是我们马管处，就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是88年成立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6年的时间呢，我们还没有这个定处啊，都是租民房。好，那盖定以后呢，说实在，我们这边的设施还有简介。哦，还有这个小的书籍呢，我们都非常充足。嗯，而且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观光局所属单位都非常大方。嗯，我们的不管是手册、小折页都是免费的啊。哦，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来看影片啊。哦，我们大概里面有8部影片了。哦，已经有8部那么多了。对对对，包括坑道的哈，包括我们的各岛的介绍，非常丰富。我想我们台湾来的游客，甚至于说我们对岸来游客，我们都非常欢迎第一站来我们这个游客中心，对，索取你需要的资料。嗯，我相信你会对整体的了解，然后你在各岛去玩，就玩得很高兴，很开心。马管处这个地点哦非常好，就面向一个海湾哦，那旁边就有一些军事的那个坑道。那刚听处长说，这边有一个现在最夯的一个行程是什么？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北海坑道里面的坑道独木舟，7月9号开放以来，这个几乎是这个船船爆满。嗯，那对台湾的游客是非常大的吸引力。嗯，要下来哦。哎，这边有一个牌楼，这个这有写着什么？海中悬日月，洞里涌乾坤。哦，我们要进坑道喽。哦，这坑道在这个墙壁后面。哎，这个坑道怎么那么厚的一面墙啊？对，它当时是它这个盖好就是做这一面。哦，盖好就是这一面。有历史性。哇，这边有写鬼斧神工盖世之作啊。哇，处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北海坑道的入口了。哇，好凉快。没错，来到这边就好像透心凉啊。哦，那种感觉非常舒服。嗯，那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哈，它就是一个斜坡式的，下去以后呢就成一个井字形的啊，拉开。哎，那它有两个入风口，等一下我们下去的那个部分呢是第一个入水跟入风的地方。哦，然后你绕一圈一个井字形绕到另外一边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转了两个弯，在看到底的时候，就另外一个通风口跟进水口。哦，所以它里面不是就一个坑道，它是4通8达。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啊。它一般你想象它坑道就直通通，它不是，它是个井字形的。
所以我们在里面这个划独木舟或者这个摇橹呢都非常有乐趣，因为它有拐弯啊，四点上一直转折，非常有乐趣。这看起来真的是盖世之作，这看起来就非常的坚固哦，就感觉是非常这个防御工事非常的好。哎，处长，我现在有听到有人在里面那种好像吆喝声啊。这个我们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空间虽然是我们转型做观光利用，但是最近这附近呢，它有一个海龙爆破部队，他们在训练蛙人的时候呢，偶尔也会借用这个空间来训练超艇啊，像超艇，哎，这是蛙人队。啊，这很难得啊！你要看，在我们台湾，你要看到一个蛙兵哦，很难得。啊，这个是我们住在马祖防卫部里面，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叫做海龙爆破队，哎，那个是蛙兵。好，那我们就赶快跟处长进去。今天来的机会刚刚好，刚好在操作，他们可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鬼斧神工的北海坑道，然后看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两栖蛙人在做这个训练啊，这个蛮难得的。我这进来啊，第一个感觉是很凉快，很舒服。那现在看到这个壁，就是大概57、58、59，它这两个师，三班制的轮班来开挖，那就大家都是手工了，它就是开始用一些雷管埋一些小的炸药，炸开以后我们就是一个人这样进去，三班制的。真的可以看到是真的是所谓鬼斧神工，真的说起来这工事是非常大的。对啊，在我们现在眼光来看，哪怕是你再用，有的地方也不可能再用大型的机具，像大约翰这种它也不是，它就是用这个小型的加一个这个空压机啊来打。听说那个空压机呢，平常那个长度哦有2尺长，打不到它两三个小时就剩下短短就换了。对，就知道那多么费啊，那个用力多大。听说马祖的石头很硬啊！哎，花岗石，花岗石，这边都是花岗石。对，然后花岗石要用这个人力哦，来这边开凿砖啊。哎，真的是不简单的。尤其像我们在这静下心来想说，哎呀，这个不知道多少人的青春呢，换成这个坑洞。尤其在早年哦，那种战争气氛比较浓厚的时候，这嘉宾哥在那边工作，然后又要忍受的这种辛劳啊，还有这种所谓的敌军的这种危险哦。我们那个时候感谢他们的这样抽签，抽兵役签，抽到金马的话，听到是掌声。那另外一个就是默默在底下流眼泪。金马奖。金马奖听到了大概就是欲哭无泪。后来我们曾经办过一次老兵回马祖，他们说当时开凿那个心情，他说他们不是只有数馒头，大概是三个月前呢，听到这个汽笛响，嘣，就震撼他们的心了，就他说哎，马上到了，就一听，那大家运补船的每天都有一次。就听到90天啊，到终于可以退退役了。那个时候心情呢，就好像眼泪都掉出来了，反正我很感动。为什么呢？他打这个坑道，表面上说好像是流汗，其实会流血，会受伤，甚至于会如果这个雷管接触不好，比如他埋了10个那个隐性雷管，其中一个没有爆，但没有输好就进来了，就进来以后呢，突然爆裂的时候，那说不好听，整个班就伤亡。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你可以想到当时那个心情，当兵哈，是真的是像上战场一样，虽然是挖坑道，也是跟生命哈拿做赌注。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走到这里面，现在有点清凉啊，有点观光的心情。你可以想到当时战争哈，给人造成的心灵的阴影是多大的。嗯，啊，我们现在一个同事啊，他也是曾经在当兵的，他是45年制，他有的地方他不愿意去，去了他那个心里很难过，眼泪会掉下来，心很酸，触景伤情。像我们现在走进来已经是带着观光旅游的心情来到这边看了，不过我觉得就是说来到这边呢，除了看到这个坚固的设施啊，来跟划独木舟之外，应该缅怀过去那一段哦，就是两岸军事比较严峻的时候，那些阿兵哥在这边辛劳的生活工作，我真的要蛮感谢他们。你可以想到这个战争跟和平的一个深意啊，我们可以在这边体会得到。哎，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水道了哦。对，大家看凉风徐徐啊，没有，我们就很舒服啊，就是因为靠水道了。嗯，那个海风会吹进来那种感觉。现在看到这个清凉，北海坑道里面有独木舟，那种战争的气息已经降低很多了。清代横行大陆东南沿海的海盗蔡牵，为求海上平安，分别在马祖兴建了4座天后宫。南竿马港天后宫就是一栋标准的闽南式建筑。相传舍身投海救人的妈祖林默娘，遗体便是厚葬于马港天后宫内的灵穴。庙中还供奉有妈祖的衣冠冢，四周以石刻神像守护，相当传奇。
们已经进入那个北海坑道的水道这个地方哦。从这边看的话，这边哦非常热闹，而且这边的那个坑道非常的高，而且宽度又很宽，而且不只是一个直线的这个坑道，你看左边这边也有，所以它这个水道是通互通的。哇，处长，到这个码头，现在这个码头这边看哦，可以更能体验的北海坑道的这种规模的这种恢宏啊。没错，哇。大家都知道，我们谈到坑道，我们可以在马祖这边的坑道密度世界第一。那你现在来下一看，坑道里面还跟水域是连接的，这也是很少看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把它做利用，做一个整体的这个坑道独木舟跟滑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游客量也慢慢都拉起来。因为说实在话，这个在整个的观光吸引来说，可以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尤其对年轻人。我们年老人，我们也考他们，就是说他不太会滑，没关系，我们做我们传统的摇橹，摇橹这很有意思，它就一个这个橹啊，在后面这样摆着，它可以前进，这是马祖传统的一个水上交通工具。所以有这机会来这边划这独木舟，我真的值得来这边体验。而且我们今天很幸运，是今年七月才开放的吧？对，七月九号我们正式开幕，所以刚刚来告知我们的观众朋友，这最好的机会，赶快来。我之前有划过独木舟，我先体验这个摇橹好不好？可以啊。这个船有没有一个名称啊？这个船？这个船称为三板船，老一辈的我们就是用这个三板船。三板船啊，都是木头做的，非常有古味啊。哦，那我们先体验一下，让大家来练习一下这个摇橹。其实处长，我们在这个三板船上面哦，还闻到一个香的这个木头的味道哎。这个要问我们的摇橹的船长，你们这木头是什么做的？是福州山做的吗？对，福州山哦，这里离大陆不近，过去就福州了。OK， 马尾港福州对吧？那像这种船是早期捕鱼用的，早期大部分捕鱼的哈，都是用这个船出来跑。然后动力的话就是靠这只鱼。这个很厉害哦，你看就这样前后这样摇就前进转弯哎。它完全是靠人力在摇，所以这以前会到海上去的，对对，以前都是在海上捕鱼，因为它摇得很自在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看起来它自在，是它功力已经到那个火候到了，它是社区协会总干事，非常热心的一个人，然后他本身的外号我们称他大熊，大熊，对对，他就是心里非常宽厚啊，走路的话就，那我想这次呢，高兴了，其实这个对我们马祖来说，是我们把这个社区的整个力量再凝聚，让他们充分的就业，这是在我们来说，除了这个观光吸引力的导入以外，带动地方的经济也非常有大的意义。那就要麻烦大熊教练，再帮我们这个摇橹。那我们现在又听到那个蛙人在粗糙的吆喝声哦，因为这个在这个坑道里面会有回音嘛，所以会听到这个很大声的这个人的那种声音哦。你划起来感觉蛮轻松的哦。对，因为坑道的水域哈是很平静，所以不管是独木舟或者是摇橹是蛮适合的，又安全。对啊。那再来就是我们本身都是救生员，做安全上的介护。所以是蛮乐意推这个活动。所以你们本身除了在摇橹之外，你们还要负责安全上。对对对对对，我们要负责安全的，安全第一啦。我们现在三板船了，慢慢就往坑道前进了。这边还有分叉哦，两个水道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三板船哦，蛮适合这个情侣来的。没错，没错。因为你看这个，坐在这边就很浪漫呢，在游这个坑道，在这边求婚啊，我觉得也不错。哇，你真的很有概念。我第一次上船，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如果说我们跟女朋友发展到瓶颈期的高原期的时候，带她来这一次，对，走到桥脚一个角落的时候，再唱一首情歌给她听，那个时候感觉我看就完全不一样，对，突破困境。接着，像我们看到这水道，它其实非常宽，它这是跟外海是有连接的吗？这个是这样，它开凿里面开凿以后是凿通，就是我们现在两个出口，在凿通出去跟外海做一个连接。现在看到那个亮亮那个就是对对对，那是连接外海，那是出口。那那时候军事的那个船也可以进来。这个北海坑当初它的计划，当初1957年的时候，雷开轩雷中将在这边当司令的时候，司令官的时候，他是下令开凿。那整个北海坑道它的水道长，我们现在在划这水道长640公尺，600多公尺，这个宽度是10米，整个高度是18米，然后可以停120艘的成功舰，也就是说两栖蛙轮跟登陆舰，
就是要反攻大陆，当时是为了要保存实力反攻大陆，他可以停120艘的成功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地方还是两栖蛙人部队的训练基地。嗯，难怪会听到这么多蛙人在这边操练的这个声音呢、啊，就听到就觉得很震撼啊，我感觉非常有力量啊。旁边步道可以绕着整个坑道去走，那整个步道长是770公尺。那以前都是只能在步道上走，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各位现在看，现在是涨潮，所以涨潮就不能走，步道在水里面了，对，步道在水里面，对，然后退潮才能走。那自从我们管理处我们推出这个坑道独木舟，还有做搭这三板来体验以后，现在变成是没有涨退潮的问题，那就是也是一个活化一个军事设施的一个目标。哦，这样真的蛮好的，就走步道的话还要挑时间，要问潮汐啊，就是没有涨潮要退潮我们才能进来这样。我们进到里面以后，我就感觉特别安静，听到一些水滴的声音，都感觉特别的宁静哦。那我可以练习一下这个摇橹的方法吗？可以。马祖在土壤、气候等条件限制下，农业的发展相当受限。占地政务实施之后，经农政单位补助指导，如今在连江县政府前的山垄蔬菜公园内，百姓可以自行租地收成。而且高纬度种植出的独特口味，使得蔬菜公园成为了马祖的景点之一。教练，像这个摇橹啊，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技巧？摇橹的技巧哈，它主要是左手是控制它橹的位置，对，橹的摆动，左右的摆动。手腕好像有在转，对，关键。那它橹的原理哈，就类似鱼的尾巴。那我们多推一点，多推出去就是右转。哎，奇怪，感觉是都同一个方向在摇。对，没有，可以走一推出去右转。对，那直行前进呢？对，直行前进的话就是平均的力量。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摇橹船的时候哈，你可以注意摇橹的这个师傅啊，他眼睛永远都是看前方的，控制方向绝对一定要看前方。感觉这摇橹的动作又更细腻一点，因为是这个手腕啊跟转。然后推的远近啊，就会影响到方向，这样左右啊，好，就靠这个推动的。不是看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它就可以左右，然后又前进，所以这还蛮特别的，很奥妙的，真的。那我可以试试看吗？可以，来试试看，我要小心一点。对，船上要就是要平衡就可以。我们有如骚人墨客，悠闲自得地浮沉在小山板上，在东北角海岸，20分钟独木舟就能上手。原本以为摇橹的功夫应该可以如法炮制，但是大雄说非得花2-3天的时间才能够抓到要领，那种柔软中带着收放自如的手劲，才摇个几下，很难可以参透乾坤。在这艘早年先民仰赖着它横渡黑水沟的交通工具上，台湾海峡的水流正随着涨潮逐渐推进这道当年可以行驶军舰的坑道内。曾经是反攻大陆的秘密武器，在时空移转下，不但川流进了观光人潮，不久后离岛自由行的陆客团也将会好奇地来到这里一窥曾经神秘的战地。诗人说，台湾海峡拥有地球上最拥挤的文化。我们将继续走过一座座诗人眼中用美丽守望的岛屿。